大家好，我是王志明。这么多天呢，一直都在这个打印，然后现在终于打印出来了，两条腿的这一套减速机，还有这些臂，然后每一件打印的时间都很长，现在已经把这个所有的打印件差不多都完成了。现在呢，控制电路呢，我还需要另外一套，因为现在只有腿的就需要4个。然后还有轮子，然后我的正面的话还需要另一套，当然我把它拆下来了，因为我重新做的这一套板。
今天就先装一下这个两条腿。要想看到更多的精彩，就等待我的下一期节目。好，谢谢大家。